谢谢大家，陈总。2015年马上就要过去了，又到了我们每年到这个时候都会做一集叫年终总结的节目。回首一下即将过去的这一年，我先回首一下我这一年啊，我这一年跟往年也差不多啊，就是北京上海两地到处飞，我大概又飞了70多趟飞机，一年之内，啊，在这里必须得说呢，过安检无数多次。 但是我觉得昨天的那个安检特别好，啊，手劲儿大。一看就是一个标准的泰式安检，啊，哎，下次去还找他啊。我们节目做到今年第3年，很多事情呢其实一直在变啊，只有我们的国足不变。哎，一直以来这么多年他们就是坚持。不过好在2015年中国足球还是有一些可以值得骄傲的事儿，那就是恒大。 对吧？恒大除了品质之外，成绩还是不错的。有人就说你提恒大成绩好有什么意义呢？这个企业品德那么差，哎，大家都上过小学嘛，对不对？都知道，只要成绩好，那就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好孩子，是吧？那其实恒大比赛前2天，我个人是非常激动的。 非常激动的，我还跟我老婆说呢，我说老婆你知道吗？可能中国今年2015年最大的事儿就是看这2天恒大能不能夺冠了。我老婆感觉到非常诧异啊，很纳闷，她忍不住还问我啊，恒大夺冠，老公什么时候矿泉水还有比赛了？当然，2015年对全人类来讲，在天文史上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年，是里程碑的一年，那就是 NASA。 发现了一个跟地球几乎一模一样的另一个地球，对吧？叫做开普勒452b， 是吧？于是说有一个跟地球几乎一模一样的星球，那是不是意味着在那个星球上也有一个王自健？此时此刻正在给他们星球的人总结即将过去的这一年呢？他可能是这么说的。 啊，各位开普勒452b的观众朋友们啊，大家好！今天呢，我们来总结一下我们即将过去的一年。今年在我们星球的天文学史上是非常重要的一年，就在这一年，我们被地球人发现了。<笑>那么，不管那个星球上有没有王自健，今天这期节目都由地球上的王自健跟地球上的80后一起来回顾一下我们即将过去的2015年。 能量场，感谢欢迎收看由红牛卫视所供给的《独家冠名赞助播出的今晚八点个脱口秀》，我是王健，谢谢大家，谢谢。正在收看电视的各位观众，拿出你的手机，打开微信的摇一摇摇电视功能，参与节目的直播话题讨论，就有机会获得诸如电影票或手机充值卡等等节目大奖机会，千万不能错过。对我来说呢，2015年有一个很明显的变化，就是我生命中多了一个人，啊。 多了一个关心我的人，每天给我打电话的，不再是只有我老婆了。这个人也会给我打，他也会关心我，他会关心我在哪儿，我到哪儿了，我要去哪儿，关心我渴不渴。这个人就是专车司机。当然，2015年这一年对专车来讲是真的不错的一年，但是对于出租车来讲呢，就是非常灾难的一年了，对不对？ 有了专车，出租车在路上扫活，真的不好接到活嘛。好不容易接到一个人，啊，下车他还不给钱，他认为会自动结算的。那2015年，我国还有一个大事，就是我们开放了二孩政策，是不是？啊，这里要普及一下，二孩跟二胎是不一样的，二孩指的是两个孩子，二胎指的是两次分娩。这个政策就直接导致了一个事儿，就是，原来。 如果有人怀了双胞胎，会觉得自己赚了一个孩子，还赚了一个孩子的罚款，对吧？现在二孩政策之后，如果有人怀了双胞胎，会觉得自己赔了一次产假。今年还有一个特别热点的事儿，就是青岛大虾事件，是吧？38块钱的大虾，我的妈呀！ 当然，青岛市也最后对这个无良商家进行了惩处，罚了9万块钱。
我觉得你们这个处理方法呢，根本就挽回不了这个无良商家这个新闻对青岛旅游业造成的巨大损失，是吧？你罚了他又能怎么样呢？大家都觉得青岛很黑，青岛在坑人，是吧？你应该这么办，你让他把这9万块钱赔给那个被诈骗的顾客。你想，如果你这么处理，那青岛旅游全国游客都去，满青岛大街就打听哪儿有那38块钱一只的大虾。今年还有一个事儿，就是40同城，58同城嘛，5840嘛。怎么大家数学都那么不好呢？真是，啊，58同城和赶集网怎么样？合并了这两个网站，我不知道大家用过没有，但是总是看过他们的广告的，对吧？哎，这两个网站合并了，真不知道他们以后的广告怎么做，是不是姚晨先跳出来，对吧？先跳出来喊赶集啦，找房子、找工作、找装修，什么什么找保姆、找宠物，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应该找哪个网站呢？杨幂，你来说。当然，今年合并的不光是58同城和赶集网，很多大网站都合并了，对吧？美团和大众点评合并了，对吧？去哪儿和携程合并了，滴滴和快滴都合并了。现在在支付宝的 APP 里面还能直接登录，是吧？哎，这些轰动中国的大合作，最大的受益者是谁？想过吗？这么多必备的 APP 合并之后，最大的受益者是谁？就是像王建国那样打肿脸充胖子买了16G iPhone 的人。这一年的年终，我们还要向我所最最敬佩的北京市朝阳区群众表达我最诚挚的敬意，对吧？他们奋战在一线，为缉毒事业奋斗终生，他们不畏艰险，为我们的娱乐新闻添砖加瓦，对不对？对于已经抓获的犯罪分子，甚至都不姑息。尹相杰的第二次被抓，告诉了世人一个已经改变了的真理，那就是最危险的地方并不是最安全的地方。我有时候真的是不明白啊，为什么时至今日居然还有人敢在北京市朝阳区吸毒呢？你们到底怎么想的，对吧？你们不愧是吸毒的人，就是为了寻求刺激，是吧？我们想，两个吸毒的人，一个吸毒的，一个卖毒品的，俩人对话可能是这样的，对吧？啊，这边接过来啊，哎呀，这个有点不够劲儿啊，有没有好的呀？有没有好的呀？哎呀，对不起啊，这两天抓的严，只有这个货了。啊，这怎么办呢？哎呀，这不够刺激呀！你给我想想办法，这满足不了我呀。没事，跟我走，去朝阳区打一针。吸毒呢，危害真的是非常非常大，对吧？抓你是为了你好。朝阳区的群众们经常被我们在网上面开玩笑，其实我们一边在开他们玩笑的同时，内心深处也是非常敬佩他们的。我们希望全中国其他市、其他区的群众们都能学习朝阳区的群众，让那些吸毒分子无所遁形。有的人就说，你们娱乐圈的人真是够了，什么都能形成吸毒的理由，抓个当红明星因为太红了压力太大了，抓个过气明星两次都是因为这个什么已经过气了，对吧？生活很疲惫，已经颓废了才吸的毒。所以有网友就给我留言，王自健还是你好，像你这种半红不红的可能一辈子都没机会吸毒。我不吸毒不是因为我半红不红好不好，是因为我怂啊。今天娱乐圈还有一个令人感伤的新闻，那就是陪伴了我们12年的《康熙来了》停播了。这个事儿真的是非常非常感伤，12年啊，看来本命年真的是很危险。不过这个节目停了之后，也让我觉得非常悲伤，是吧？我们再也看不见小 S 去摸来宾的腹肌了，是吧？没了这件事之后，我健身都有点没有动力。
今年还是明星结婚年，也是许多粉丝的心碎年。好多好多的明星公布恋情啊，公布结婚，像什么章子怡和汪峰，对吧？范冰冰和李晨，啊，最著名的就得说是黄晓明和 Angelababy 了，对不对？他们俩结婚前一天，我刚好从北京飞上海，啊，空姐还问我，王老师是去参加婚礼的吗？我很尴尬，我说，后来看新闻说，黄晓明跟 Angelababy 的婚礼请到了半个娱乐圈，没想到我一个人就是另外半个娱乐圈。说到周杰伦跟昆凌结婚的这个事儿呢，我们想去年公布婚讯的时候，就一堆粉丝跑到人家昆凌的这个微博下面去骂人家，对吧？甚至很多人歇斯底里的在下面喊：“为什么不是我？”今年人家公布了生了个孩子，又一堆人跑到昆凌的微博里面去喊：“为什么不是我？”这些朋友们，你们自己想想，为什么不是你？看看人家周杰伦跟昆凌孩子的照片，你还不明白为什么不是你吗？就因为人家周杰伦喜欢的是人类的孩子，而不是猴子。那么今年还火了几部大剧啊，其中不得不提的就是《琅琊榜》。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架空历史剧，世界上、历史上、地球上就没有《琅琊榜》这么一段历史。但是目前我国已经有三个地方明确表示，琅琊阁就是在我们这儿。我觉得这三家你们也不用争了啊，到底谁是真的琅琊阁所在地呢？啊，我代表广大女性观众跟你们说上一声他们的意见，谁能把梅长苏请过去住一年，谁就是真的琅琊阁。啊，当然今年我国的电影也很厉害，是不是？今年电影票房，我的妈呀，唰一下那个样子真是受不了。哎，其中呢，我们想想有一些非常厉害的，像《捉妖记》啊，《夏洛特烦恼》，《港囧》，《九层妖塔》，《滚蛋吧肿瘤君》，《前任攻略》，这几个电影票房加起来都快100亿了。而这些电影有什么共同特点？都来今晚八零后脱口秀宣传过。我们仔细想一下啊，票房好的电影和来我的节目宣传有什么必然联系吗？为什么来我节目宣传过的电影票房就会好呢？今天在这里把这个秘籍公布给大家啊！今年全中国的电影几乎都来我们节目录过嘉宾互动环节，我们挑票房好的给他播了。所以在今天这期节目里面，等下你们能不能看到邓超，完全看邓超自己的运气了。欢迎回来，由红牛维生素功能饮料独家冠名赞助播出的今晚八零后脱口秀，我是王自健，谢谢大家，谢谢。现在正在收看电视的各位观众，拿出你的手机，打开微信的摇一摇摇电视功能，参与节目的直播话题讨论，就有机会获得诸如电影票或手机充值卡等等节目大奖机会，千万不能错过。当然今年还有一个事儿，就是过去我们在往常的年代里面听说明星啊是不能公布自己的恋情或者婚姻的，后来到了前几年呢，如果刚好这对 couple 都是明星，他们就大大方方的秀爱情，但是好像还是没有人说自己跟自己的圈外男友啊圈外女友怎么样。直到2015年底天王出现，是吧？要么说天王就是天王，各种秀恩爱，对吧？好多人就去吸取他，说老郭呀，没听说吗？秀恩爱分得快呀。人家天王根本就不在意，天王说的是什么秀恩爱分得快，我们是秀恩爱开得慢。在2015年的年底，就在我们认为这一年马上就要这么平平淡淡的过去了，也不会再冒出什么新事物的时候，突然一场默默的气质之争在朋友圈蔓延开来，对吧？不知道是因为啥，朋友圈突然有一天打开，每个人都在放自拍，上面还有那么一句，主要看气质，对吧？一瞬间所有人都成了气质表。
气质的表率嘛。哎呀，我就受不了。但是后来我仔细一想，这句话之所以能成功，是因为这句话它符合多数人的要求，对吧？平时不拍自拍的、不发自拍的人，有了这句话，他就有勇气发自拍了。每个人都能用这句话去发自拍，主要看气质，主要看气质。哎，一时间非常泛滥。结果朋友圈里就有一些长得真的是那样的人，是吧？也发自拍，说主要看气质，看什么气质？你长得跟蛋蛋和建国生的孩子似的，你有什么气质？对于这样的人，我见一个拉黑一个，见一个拉黑一个，知道吧？但是后来我跟别的朋友一交流，说啊，那个人我也拉黑了，我也拉黑了，我们都给他拉黑了。结果那个人自己还挺高兴，你看这就叫帅到没朋友。2015年底还流行了一个叫什么，各种年龄该干的事儿的一个什么表，对吧？就是你是哪年的，你今年应该多大，你应该开什么样的车，你应该结婚多少年，你孩子应该多大，有那么一个表，对吧？哎呀，我就看那个，我就看了一下1984年出生的人，他上面写着什么啊，应该开奔驰、开宝马，什么应该做什么 CEO 等等等等一大堆。我一看这个表，我真的就我有点不屑一顾，对吧？不是，这有什么了不起的？难道不应该1984年出生的这个人的这一整张表里面写上一个1984年出生的人，你应该拥有一档自己的脱口秀节目吗？说到今年呢，不得不提有一个人啊，特别幸运，在今年他这个当了影帝啊，还当导演拍了电影，还能来我们节目做嘉宾宣传。这简直就是幸运的一塌糊涂。但是他最幸运的就是他老婆太漂亮了，对吧？哎呀，让我们掌声有请这位最幸运的人登场。我可以，我不能够每天都能给你，但是我的手机每天全天都为你而开心。我第一次知道能从这儿上来是这样一个开场，我都不会，以前没有这样。对对对，那不浪费了吗？因为我不喜欢假唱。如果一个这么大的道具不这样出来，真的有点浪费。你知道为什么一般我们来嘉宾就直接坐在这儿就聊起来了？为什么把你先搁到中间吗？他们在刚刚跟我对台本的时候说，我要总结一个今年的一个所有的事宜，然后让我呢当成你，所以你现在是邓昌，我是自荐。我已经有点迫不及待的想给老婆打个电话了。好的，超哥，给我们先说说2015年都忙了些啥呢？其实这个大家都知道，对不对？12月24号是什么？然后还参加了 VR Party， 也就做了这么点不是还拿了个影帝吗？对啊，这种就低调一点。关键拿的是我们上海的影帝啊。是的，金爵，因为一直觉得拍戏呢能有观众喜欢，那个是观众心目的这个奖项是最重要的。对，但拿了还是很高兴。对，但是其实我这位女士声音好粗啊。不，其实我们关心的不是工作上的。 OK， 我们想关心一点可以啊私人方面的，是吧？因为孙俪前两天刚来上过节目。对，主要是聊甄嬛。哎，甄嬛传你看下来什么感受？甄嬛传我这个一集都没看。那你为什么还管人家叫娘娘呢？我没有叫她叫娘娘，叫媳妇儿。那你那个歌娘娘我错了，叫的是不是她。哦，这样这个我们大概啊让你单独说的也就这样了。来，咱们请超哥坐过来仔细聊好不好？可以了，可以可以。最近也是有很多人在网上吐槽这样一件事儿，说一个逗比凭什么拿影帝。哦，你看到了吧？其实可以问一下，一个逗比为什么不可以成为影帝？真的牛。
也是嘛，谢谢你对我的肯定啊，下一个影帝就是我的了。那必须的。但是其实我们说这个超哥的也出道很多很多年，拍了很多很多片子，对不对？除了人在塑造各样的角色之外，有一些呢因为长得太帅了，有一些角色你塑造不了的，他用声音也去塑造的。哦，对吧？他除了电影之外还有动画片作品。我们来欣赏一下好吧。请放心，交给我海草料理大师老夫子吧。从现在开始，我要为一个绝密机构工作，去做卧底，然后呢拯救世界。我是不是这个星球上最英俊、最潇洒、最富有、最聪明的人？我可是出了名的大帅哥。我的脚，是吧？哎，第三个配的尤其好。第三个不是我。是他吧？对，我还在想那个啊，小王子嘛，我配的啊，是，也被这个影评界啊得到一致好评。但你怎么敢跟其他三个放在一块儿呢？因为我们的电影新一点吧。没有，是这样，因为我们看到其他三个啊，这个声音根本听不出来是你。有人这样说过。你是真的可以随时变声变成，因为那个还是得是人物嘛，特别是他们人物的要求，我觉得那个是最重要。就刚才我小王子里面演的那个自大狂那个角色，我们想不想听一下邓超演绎的版本？剧情是怎么样？剧情是这样，小王子到了我这个星球，这星球上只有我一个人。然后呢，我就跟他说，我是不是这个星球上最聪明、最富有、最英俊的人？对，因为就我一个人，你知道吧？我让你演一个这年龄这么大的人，是因为你确实跟他年龄相仿吗？因为他们当时找配音演员的时候，是这个的原版法语配音是法国的一个脱口秀的特别著名的一个表演者，对，然后他们就找我了。明白。因为可能找金姐也确实不像。完美。就找我了，就是这样。来，我是不是这个星球上最英俊、最潇洒、最富有、最聪明的人呢？这个太了不起了，还可以老一点，或者再小一点，但他年龄偏老。对，因为还可以小一点，但是他原版里面声音就是那种太监声。对，所以，我要是个太监的好不好？来。我是不是这个星球上最英俊、最潇洒、最富有、最聪明的人呢？哇，这个真是了不起！没有，这没有了不起，基本功嘛。今天你们有这个设计，我觉得我还蛮高兴的，因为我参加这么多访谈，没有聊过这方面的这种。没有人聊你的动画片作品。对，那个就是默默的就过去了。接下来啊，我觉得我们感兴趣邓超还有一个就特别感兴趣的一个事儿。当然这种事儿呢也不是谁都爱看。现在就预告一下啊，电视机前的狗们，前方高能预警啊，准备好狗粮，我们看一下啊。当你老了，头发白了，睡思昏沉，如果旁打盹儿，请取下这部诗歌慢慢的读。Bye bye, my love. 第一个字错了，是 goodbye, my love。 那我意思是对的。把大飞你娘给吓了。我们一会儿的商务谈判会非常的激烈，你给我点杀气好不好？不是晦气。我想问的是，刚才那三个场景当中，在你生活中哪个比较经常发生的？其实我觉得按频率来说，他们猜第三是对的。但上回孙俪来不是这么说的啊？真的吗？上回孙俪来跟我们说，你在家就跟神经病一样，说你有很多怪癖，让他剪脚趾甲，还有这个怪癖啊？我说漏了什么？不是，他说的不是这个。然后他说的你这个怪癖吧，这样你直接看你老婆怎么说的吧，好吧？来，他拍完《分手大师》以后啊，就是我跟一间的配饰都不见了啊。就是手镯也找不到了，耳环也找不到，墨镜也找不到了，
突然把我的一副墨镜，我很喜欢副墨镜，都不舍得戴。嗯。然后找到以后，那个腿撇得那么开。你怎么喜欢带女人的东西啊？他怎么什么都往外说呢？不是，是不太好，但你解释一下你为什么要这么干呢？但我你干都敢干了，人家还不敢说了。但我这样我可以多一些别的朋友。自荐。不是你健健，你袜子不错啊。你为啥呀？为啥要这么弄？我发现一个秘密，自荐，你自己都不知道。你把那个大屏幕啊，再放到刚才他们两个人的画面。哎，自荐，嗯，你为什么不换衣服呢？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怪癖？就是从那么多期之前，我不知道是哪天录的啊，嗯，就经历，而且还能这么平这个衣服，你真的，真的可以。武力相军，这个说回这回恶棍天使啊，有一个细节，因为我们孙俪的电视剧，我看的第一部应该是《大染坊》，哦，她一直到你恶棍天使之前都是演女神，对不对？对，差不多。为啥就给人弄成那样了呢？我觉得其实。演员是要塑造的美，所以我觉得角色之美是最美的，并不是说一定意义上的妆容之美。非常好，那这样，我们现场啊，我们来这个拉拉票，好，号召大家去买，好不好？谢谢。我们用的方法呢也很简单，是吧？就是用棍子，这个，恶棍嘛，啊，买不买票？买吗？就不买票我就揍他。啊，揍啊！啊不，你们要是不买票，我告诉你，今天超哥就拼了，给你们来口吞法棍。狗。自荐。哦，千万不要买啊！我刚刚有什么言语不对啊？你原谅，没有没有，超哥，大家还是要多多的支持，好不好？口吞法棍是吧？哎，真要吞啊！来，音乐。我的肩膀随时给你。相信呢，大家也会愿意买，对吧？但是你们说买，你们出了门，万一没时间买怎么办呢？送，非常好，送是不可能的，知道吧？对，送，说的我一头汗，就是，来我们现场卖一卖，好不好？哎，这个一个信封里面是两张，那一个信封100块喽，哦，有人买吗？咱是要拍卖是吧？然后我说还是你比较有脑子，来谁要买的？150，谁要？200块都没人要，吃一口真的。这个太硬了，这个太硬了。200块要不要加？已经咬了一口，跟石头一样硬，真的。这边500了，这边500了，哎呦！等一下，500的这位朋友，不要着急，真的，真的。哎呦，超哥纯硬的。要不要加一点？加一点点也是意思。888，我的妈呀！真的假的？哎，真付钱吗？还是说只是玩一下？真付钱啊！真付钱！真付钱啊！1777，我的妈呀！5277，我天哪！哎，这个会成为一个事件的。会了会了，5277买两张电影票。我都不敢相信，你当心被人当诈骗抓起来，这很有可能，你也跑不掉，是吧？哎呦，多少？多少？多少？8888！真的吗？这半截会送给你。哎，真的自荐，嗯，以后我每期都来，好吧？真的真的，电影档期之内每集都来，还有很多票没有卖，一张已经卖成这个样子，真的。1077，10，哎呦，10277，吓我一跳，我以为10万。哎，这有什么说法吗？277是你的生日吗？
哦，七七是名字。哦哦，一零二七七一次。哎，不会打起来吧？一零二七七，两次。两次。一零二七七，成交。成交。来来来，七七上来一下。上。你打算怎么支付来？哎，等一下，真的吗？真的。啊？真的。你那么有钱啊？真的。谢谢谢谢，那个棍子给啊。谢谢谢谢。哎呦，这是对，这是你封印过的吗？封印过，封印过。好，谢谢谢谢。啊，不，等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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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就走掉了呢？啊，嗯，怎么了？不是，你得付钱呀。现金是吗？不用现金，微信什么都可以。还没跟他拥抱呢。不，那倒不用，就是加微信吧。不，是这样的，今天我们就是看个诚意，一零二七七特别好。钱我们是不要的，电影票归你，好不好？真爽！完了吧，刚才那些怂掉的，完了吧？又没上镜，对不对？傻掉了吧？我们这样一个有良心的节目，超哥这么大方的人，怎么可能？对不对？是的。我们之后这几张确实是要卖了。对对对对对。来来，七七可以回座位，回座位了，好吧？谢谢。好，接下来就特别简单啊，我们手里一共还有10份，每份里面是两张。一份100块钱，这个不开玩笑了，这个一定要卖出去的，好吧？我觉得算了，我觉得送给大家吧。是这样的啊，超哥，你说，以后你要是想在节目上送电影票呢，早说，你自己带过来。真是，哎，来，就是，来来，送了。今天同志也非常谢谢超哥来到我们今晚80后脱口秀，也希望我们的《恶棍天使》12月24号上映之后票房长虹。谢谢，谢谢。好的，谢谢大家，谢谢。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欢迎回来，由红牛维生素功能饮料独家冠名赞助播出的今晚80后脱口秀，我是王自健，谢谢大家，谢谢。今年我们的手机越来越智能了，我们的生活也因为互联网的存在而变得越来越方便了，是吧？现在手机的支付功能已经越来越了不起了，甚至在便利店里面都可以用手机交钱了，是吧？我觉得真的特别棒。我听说啊，支付宝现在正在研究一个人脸识别的一个支付系统，啊，他们管这个叫刷脸，啊，刷这个脸就可以扣这张脸所代表的那个人的资产去消费。我认为，如果这个功能真的研制出来的话，那么有两个人的生活将被大幅度的改善，会改变他们的命运，就是这两个人。现在的支付宝能提供很多很多功能，甚至还能提供什么办签证，特别厉害的一个功能啊。但是虽然这么方便的能办签证，但是有些国家的签证还是依旧那么不好拿，比如说美国，是吧？美国是现在为数不多的还需要中国人面签的国家之一，而且经常有人被美国的面签官拒签，拒签的理由通常也就只有那一个，认为你有移民倾向，是吧？我就不懂你们这些美国人了，哎，凭什么你就认为我们中国人想移民到你们国家呢？你们国家有什么了不起的？你们国家播过《琅琊榜》吗？嗯？你们美国拿过世乒赛所有的单项冠军吗？嗯？你们美国体会过一种叫做“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口号的悲怆吗？你们什么都没有，凭什么要拒签我们呢？就在这种拒签的恶劣条件之下，还是有很多人不畏艰险的，是吧？成功签过去了，而且凭借自己的努力，作为一个华人，在美国拿到了移民身份，对吧？但是我觉得，随着我国的国力上升，啊，以后美国人想来我们国家，最好也给他们搞面签，对吧？哎，经常有拿着美国护照，之前千难万险移过去的，是吧，同胞？在移回来的时候啊，来中国大使馆拿签证，面签官看着他，去我们国家干什么呀？回家探亲，啊，拒签。凭啥给我拒签了呀？
听你的口音，我认为你有移民东北的倾向。当然，今年有一个不得不提的大事儿，每个人都为此熬过夜，那就是双十一，对不对？双十一啊，一天的交易额多少钱？900多亿，900多亿什么概念？各位，900多亿意味着只要女人愿意，900多亿也是可以在一天之内花完的。说回马云啊，真的是非常厉害，生生把一个双十一变成了一个节日啊，居然还有晚会，居然还是冯小刚导演的，简直就莫名其妙，是吧？那么双十一明年我觉得啊会更加的像节日，等明年双十一到的时候，我觉得晚会啊还要有那种像春晚那种仪式感，以后也搞倒计时，就跟春晚的那个形式一模一样，对吧？春晚的那个形式是什么？我们都会跟着喊5、4、3、2、1，新年快乐，恭喜发财，恭喜发财，一年顺心，身体健康，都说一些拜年话，对吧？双十一也是这样的，每个人守在电脑前，手机小画面放着双十一的晚会，对吧？跟这儿数5、4、3、2、1，啪，烟花一闪，对不对？就开始大家都喊双十一的这个拜年话。我靠，怎么又上不去了？我的鞋怎么弄不上去？网管，马云，你马云你大爷啊，你们没有福气就别搞活动了，我的项链。过年中盘点的这种节目工作量还是非常繁重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每年做年终盘点这期节目，我们在准备稿子的时候都要找全方位的，一年之内的，是吧？我们今年的这个节目也是这样，我们盘点了什么？有科技界啊，有娱乐圈，还有商业界，甚至还有国内国外一些发生着大型转变的事情，我们都提到了。那么其实今年有一件事儿啊，同时涵盖了科技界、娱乐圈、商界，也很有可能改变国内国外的一些形势，只是很遗憾这件事儿没有发生，那就是我那个手机啊今年还是没做出来。这就是这一集由红牛维生素供应饮料独家冠名赞助播出的今晚八零后脱口秀，我是王自健，这一位你们这好运，你们这一夜过得愉快，谢谢大家。你要是敢出轨，老娘就切了你的兄弟。哎，这个问题对我来讲不构成任何压力，真的，而是因为我是个独生子，我没有兄弟。